麦克为啥？人前人后的反差有多大？180，黑皮，体育生，大帅哥，生人勿近。麦克，握手。你是哪位？握手，麦克。不认识。握手，麦克。别叫哥了。握手，麦克。握手，不把握手。不认识。握手，逼我使绝招是吧，小麦、小鹿，给我等着。来，麦。此刻妈妈，你是我的神。转圈，转圈。麦麦要饭。麦握手。握手。妈妈麦麦。握手。握手。哎呦，站起来握手了。两个手都想握啊，妈妈。哎呀，小麦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。鲁鲁七香台伯包，刺客局部笑玉。急急急！移民预告过度妥睡股民。嘿嘿，戒尺流扣够凉，又只冷起来了。开炫。最近小鹿和小麦在吃诚实一口的这款狗粮，它里面有33种食材，除了有动物蛋白，也就是肉类之外，还有很多种的蔬菜、水果，还有草本。吃了之后，基本不用再添加其他额外的东西了。这个配料表真的非常丰富，小麦吃的很香，适口性也很棒。然后这个狗粮吃了之后不会上火，因为小麦是年龄比较大的嘛，它也不能吃那种太过油腻啊那些狗粮了，它要吃稍微清淡一点。见笑了大家。太好吃了，哥吃的有点急，噎住。